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施政报告之质询。现在请苏委员自分质询，询答时间为20分钟。主席，是不是请院长好吗？请林院长。苏委员好。好，院长你好。院长，你就稍微轻松一下，没有关系。好，谢谢。因为你就听我讲一段故事。好。好，我就尽量的话，就时间快一点哈。我想跟院长今天的话，我们想谈一个观念。一个观念的话，我从一个南向跟西南向的问题谈哈。我到越南去的话只有几天，但是我看到越南的有几个面相很值得我们思考。我到越南去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景象非常的熟悉，很像以前的台湾。所以院长你可以看一下图片。 OK， 那么越南除了就是说他们现在的现况很像早年的台湾，那么还有他们还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一般的话在国际上的话，大家对越南都称为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是个少年越南。为什么？因为它的人口，它的人口来讲的话，它有73%的话，它是低于35岁，所以这个低于35岁的话，代表它是一个人口的红利哈，它的劳动的支撑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人口相当的多。那么另外再下一个面向的话，请院长稍微注意一下哈，提供那一向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共产国家，它可能它的社会的话它是灰色的，但是这一趟我到越南去的话，除了我发现它的人口，它的普遍的话年龄非常的低，还有的话我发现到越南的基层的力量非常的活泼，而且它非常的有活力。我大概用这样一个画家的画，就让院长去看一看。那这个画家他只是一个目前正在兴起的一个画家，但是我们会谈到这个画家就是代表的就是这代表说这个国家里头他为什么会产出这么有活力色彩这么样炫的这种一个基层的一个底层的这样子力量。我来看的话，就是我在后来我去了解为什么一个共产的国家它会有那么样有吸引力的话，我才知道说原来在19世纪初的时候，其实是法国的话在越南的话殖民相当的久，大约长达80年的时间。当时的法国它以一个殖民政府的这样子一个立场的话，它鼓励他们国家的艺术家在越南设立艺术学校，而且他提供了很多的奖金，鼓励他们的艺术家旅游，然后补助到河内的艺术学校去教越南人他们的当地的建筑的，还有包括绘画，还有包括雕塑，还有手工艺。所以我第一次踏进越南这个国家，其实短短几天，我跟当时的话他们的法国人的话来到越南的话，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我们对当地人民跟他们的景致，我们就是被他们吸引。好，那么我再跟院长的话，我们再来谈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当社会上呈现这个国家的话，它呈现了很多的面相，但是它在呈现很多的面相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其实我们台湾跟越南咱介吼其实关系真深啦。从大概1952年到2014年，我大概有几个数字哈，长达62年呢，我们对东协的投资的话累计的话有841亿。但是我们看看的话，越南的话是最高的，我们投资的是最多。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在越南投资的件数来统计，我大概有分了3个阶段，一个是李登辉的阶段、陈水扁的阶段，还有马英九的阶段。我们看看这个数据，从这个数据都看得出来，其实在马英九执政这几年的话就不断的下滑，而回到李登辉的时代。 OK， 好，那么院长，南向在这么多的面向在发展台湾跟越南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就是当经贸也在发动关系滚动同时在走的时候，台湾呢也因为那边有比较低的劳工，我们也到那边去投资。同时呢，我们台湾跟越南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也引进了不少我们所谓的外配新住民的妈妈，这个也同时在滚动。所以两个国家的话同时在滚动，发生很多很多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话就是今天我想跟 院长就这边交换一点意见。我们看云林县的新住民的比率现在目前是居台湾的前三大，以越南呢还有印尼是为最多。我们再来看从南向到新南向已经走了25年，也就越南妈妈
到他的第二代呢，到现在的话也长大成人了。那么长达了那么久的一段时间的话，从刚我提的1952年，那么到一个南向，然后到有新住民的妈妈来到我们台湾，你看这个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但是过了非常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发现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没有？我们有没有犯了什么错误？我们可能可以从很多的面向，或从越南的人文去了解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去检讨，我们大概错失了太多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新住民的第二代的话，他在台湾长成，他可能连他的妈妈的国家他都不认识，连国家他妈妈的国家的语言小孩子都不会讲。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台湾我们最可惜的一点。好，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的教育部，104年度的话，104学年度的话，我国高中第二外语的修课的人数，院长看一下哈，你看看我的图表。我们在我国高中的第二外语的修课人数的话，最高还是日本。好，再来就是法国，我们看看呢，越南呢、泰国非常非常的低，这么低。那我们再看看大学的学系，台湾总共有159所大学的院校。中间总共有680个语言的相关的科系，但是只有5个是东南亚语系的系所。院长会不会太少？我们不断的在流失机会。所以，当我们以前从南向走到现在的新南向，事实上来讲的话，我们看问题，台湾人在看这个问题来讲的话，看得不够透彻，看得不够长，不够精锐。我觉得敏锐度太低。敏锐度非常的不够。过去我们经贸的话跟越南的关系很紧密，但是现在呢，我答应一位朋友，就是要在这个国会的殿堂把那个故事就放给院长看。今天本来我也可以书面咨询，但是因为我答应了这位越南的朋友，所以我就放这段影片让院长看一下，好不好？他的名字叫做安律，他今年26岁，他家里就是住在河静齐安这个地方，他世代都是在这边的话以打鱼为业。律师在13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他就要出海打鱼。他家的父母那一辈到他的父母，一直到他自己13岁出海捕鱼以来，从来没有见过死那么多的鱼，从来都没有。院长，你也可以看一下字幕。你看，漂浮在海面上，有离岸很远的鱼，也有海底生活的鱼呢，都死了。他们当时都不知道哦，他们就把那些鱼就捡回来就煮了，或者是卖给别人。后来才知道那些鱼有毒，之后就停下来不吃，他们也不捕了。但是他们讲说，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就吃了那些有毒的鱼。他来讲了一句话，真的很心酸了。他说海已经死了，这边的海水有毒。他说潜水夫的话沉下去海底看的话，下面有一些生物和珊瑚呢都死光了。从这个事件发生到现在呢，统计到鱼死的数量大概有100吨。这是在打捞到的统计而已，在海底里面死掉的鱼呢，沉下去的鱼呢，没有办法去计算。还有岸管，岸管离台塑的厂呢，大约只有1海里。它的直径呢，大约只有1.4米，还有3个小管。他说如果佛摩萨有保证什么或者是说明什么，那么跟地方政府们说明或者是保证，没有跟人民说这些 说明，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公开的说明会。他说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对佛摩萨台湾公司说一句话，我想说只要佛摩萨不要在越南。院长，我到越南去哦，
越南人的话都会讲，他们都会讲佛摩萨，都会讲佛摩萨。他们把佛摩萨，他们知道佛摩萨就是代表台湾，他们也把合敬钢铁厂，他们 也把它称呼叫做佛摩萨。所以合敬钢铁厂如果他做得不好，跟当地人民如果没有信任的，如果那个信任的关系被打破了以后，合敬的人的话再看佛摩萨，他就等于是看待台湾的关系。但是我们都知道越南人是排中的，但是因为合敬钢铁厂他让当地的居民对他不信任，所以相对的他们对台湾其实也产生了不信任感。这个就是我觉得很遗憾的地方。所以我到越南合敬钢铁厂的时候，我在那边面对合敬钢铁厂大概有30-40位的干部跟我一起座谈，我就问了他，你们这批干部在这边跟我座谈，我请问占有25%的中钢有几位干部在那边？我提醒院长，没有一位是中钢的干部。所以今天合敬钢铁厂出的问题出在哪里？或许院长可以去问前行政院院长林新义先生。好，那么安律讲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佛摩萨不要在越南。所以我们就会回过头去想，其实台湾跟越南的关系发生已经非常的长久，那我们台湾的话过去也错失了很多很多的机会，那么越南我们以后要怎么跟他发展一个新的南向的关系？那我再让院长看这么一段，就是他们越南他们的总理他在最近的话就讲过了一段话，他们不吸引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投资的计划。我发现台塑还有一个特色，他们就专门找什么样，找贫穷的地方，找最荒僻的地方，找什么最没有人要的地方，他们去那边设厂。他们就什么，他们就看准了穷人的弱点，这个才让我们心痛。他就看准了合敬穷，那个地方穷，他看准了云林县的麦寮，过去是全台湾最穷的地方，所以他 到那边去设厂。如果你抓到人家的弱点，那你也就好好设厂吧，大家共存共荣吧。台塑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呢？就安律师跟我讲的话，安律还跟我讲过一段话，他说佛摩萨要到这边来盖厂的时候，当时没有强烈的环保意识，我们觉得佛摩萨来是都市化工业化的一个步骤，所以当时我们都没有任何防范的意思。越南的朋友就跟我讲说，过去的合敬一共我们越南这个国家最漂亮的海岸就在那边，绵延的几百公里非常漂亮的海岸线。我可以跟院长讲说，过去我们云林县海岸线我们也觉得它非常的漂亮，这个故乡呢是我的故乡，也是我们环保署署长李应元的故乡。我们看看合敬的钢铁厂，你看它所居的位置，你看都是在海岸，它一圈地呢3300公顷，麦寮的六轻呢填海造陆，一填海造陆下去就是2640公顷。所以当我在想说我们要新南向政策，我们可能要先想想，我们新南向政策是要带给这个年轻的国家，是要带给他们什么？是要带给人家痛苦，还是要带人给人家什么？带人家的生活的改善，或是带给人家是什么？他环境是什么？对他们的环境是有帮忙的。我有时候看到我们的越南的妈妈们，然后我又看到他们的下一代，那这些下一代的话他们也会长大，然后以后的话他们再回过头来审视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去看待我们，他们的价值观一定会错乱。就是我妈妈的国家是这样子，那我生长在台湾，台塑六轻对待我们当地，我们的价值观又是在哪里？这个是我希望是能够跟院长就是今天谈一个观念的问题。好，那我们再看看美国怎么跟台塑发生关系。台塑面对一个强大的美国，这个是世界的老大，你看他的历年的事故，1982年发生事件，1990年也有，1991也有，1992也有，1993也有，2004年也有，
2005年也有，2009年也有，2013年也有。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台塑美国重大的违规的财阀的统计，你看1990、1991、1992、2009、2013，合计累计了将近5亿的台币。台塑六轻在云林县违反法条的件数这么多，这么多，有空污，有废青，有环评，还有水污，还有毒管。从100年到105年，合计165件。我们的罚款总共多少？我们的罚款总共多少？6530。没有财，财阀的金额是总共是3392万2000，扣掉撤销的金额653万，我们对他的财阀是2740万。我讲到这边，院长你应该会知道出现什么问题吧？我们才法治是什么？那法律是什么？法律在建构是什么？法律是不是在建构人跟人之间，或是人跟人、人跟政府之间的信赖关系？法律是不是就是在保护正义？法律就是是不是要在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我发现美国政府非常的善用法律，让台塑在美国的投资，只要你违规，只要你犯错，我就是用高额的罚款在后面等待你。那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机制。那台塑六轻我们的机制在哪里？我请院长你去了解看看。台塑六轻我们把它列为特殊性的工业区。特殊性的工业区在空气污染法总共有82条里面，只有2条有规范到它。这2条规范到特殊性的工业区，我指空污来讲。再跳到下一页去。特殊性工业区空气污染防治，等同于一般空气污染的工厂的罚款，100万上限，而且并没有加重处罚的规定。院长，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们的法规有问题，我们的法律是有问题。也许你就问说，你现在当了立法委员呢，你就可以提修法。特殊性工业区，院长，它包含的层次层面太广，绝对不是一个国会办公室的话，它有能力提出来的。它的特殊性的工业区呢，有金属冶炼业，有炼油工业，有石油化学基本原料工业，有纸浆工业，有水泥制造工业，有农药原体制造工业，还有炼胶工业，还有以煤油气体或者是燃料之电力业，树脂还有塑胶种种，还有石油化学，还有酸碱工业等等等，还有光电材料。这我们都国家都把它列为特殊工业区，但是我们把它列为特殊工业区呢，有没有一套专章，有一个专法专门来管，来管这个特殊工业区，或者是说我们对它的加法的程度，让这个业界他自己知道警惕，他有检讨能力。我想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结果越南的朋友安律跟我怎么讲，他说你是来自于台湾的国会议员，你形同父母官，你应该把你的孩子管教好。一个渔民呢，一个渔民他会跟我讲这种话，他跟我讲这种话的时候，我能怎么样？我不晓得怎么回答他。我能回答他说，现在我们台湾这个国家的西南向政策，我们就是掠夺的吗？我们就是在区内你们的经济吗？我们就是破坏你们的环境吗？我们就是在影响到你的生活吗？所以我就跟院长交换这句，这是一个观念问题啦。也希望院长的话，在带领新的行政团队的这几年，台湾能够展现不一样。好，
展现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的一个社会。那我必须再度的提，一个不一样的价值的一个社会，要怎么去把它运作，要怎么去把它建构呢？其实呢，法律就是非常的重要。法律，那么怎么样制定法规，让人家可以信服，这个才可能达到。过去工业局的前局长杜子君跟我讲过，台塑六轻我们就是要要求他自主性的管理啊。所以现在呢，环保署进去查台塑六轻，我跟你讲绝对查不到。好，那院长谢谢你啊。谢谢苏委员，谢谢林院长。蔡委员，培会之质询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现在请徐委员苏华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谢谢主席，麻烦主席邀请林院长。请林院长。委员好。院长好。院长，我想有关于今天的新闻，在这里简短的先请教你啊。我们看到呢，国庆的典礼呢，爱尔兰现在目前已经说了他不会来了哈。那我看到外交部这边也特别提到有掌握了几个可能不会来的名单，我想要了解一下是哪些的国家，那么有没有空间我们再去努力，那或者是说我们现在有没有做什么样的努力能够争取他们能够来台湾参加国庆典礼吗？好的，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先请那个外交部李部长来做个说明？可以。这次国庆有这个圣文森的总理，有布基纳法索的外交部长，还有另外一个友邦的国会议长，所以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日本的国会议员，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贵宾来参加。我是问有哪些是不来的？现在你有掌握到有一些可能不会来参加的？那么现在就是我们邀请他们同意要来的就是这几位。那你现在目前了解的啊、哦，你了解的有哪些可能不会来？那我们会不会去做努力？都会来啊。目前你所邀请的都会来，哎，都会来，都会来。哎，奇怪哦，我今天看到你面对媒体的时候，你有说可能会有一些国家可能是就是未报大拿，可能不会来。所以按照你目前你所了解的跟你掌握的，就是我们所邀请的都会来参加。哎、对对对。好，谢谢。那我现在再请教院长哈，可以的，部长先请回哈。那部长院长针对这个有没有补充？没有吧？没有，没有哈。好，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啊。我记得我上个会期刚好碰到就是有关于陈水扁前总统他参加的那个一个活动的事情啊，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呢国庆的典礼，我们的筹备的委员有邀请陈水扁前总统要参加国庆的典礼啊，那我不晓得他会不会参加，那我在这里想了解一下，就是上个会期我也特别提到这些到底有没有违反保外就医的规定，那么院长你怎么看待就是现在他这个状况，可是我上个会就提到这个问题会一直不断的出现，要么我们就特赦陈水扁前总统，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让很多的民众觉得保外就医的条件好像感觉是我们一直在游走在这个法律的边缘，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院长你的看法。这个部分国庆的筹备应该不是行政院在处理了啊，那么至于陈前总统是不是保外就医的部分有什么改变，这部分我是不是请邱部长来说明。基本上这个如果国庆的筹办单位呢他有邀请这个陈水扁前总统的话，那我想他们应该会来跟我们法务部提供这样的一个意见。那现在目前来看呢，法务部呢对于所有的保外就医呢，原则上在保外就医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要求他有签署一定这样的一个约束。对，因为我们的规定里头是不希望他参与政治活动嘛，哈。那到底这个国庆日要怎么界定呢？这个当然就是我们看筹办单位，主办单位他所邀请的这个活动的类型。那您判断他会不会出席？这一点我没有办法判断。
那院长，我想哈，就是陈水扁前总统这个问题，我上次就会起就特别提到说，如果我们没有去正式去讨论他这个问题，现在民进党在执政会有很多的机会去邀请到他，或者是他有可能会来参与。但我一直认为说，在整个法界上，我们国家的法理上面，确实是有很多会让人家诟病的地方，何不让蔡英文总统就直接去考虑要特赦他的问题哈？那当然这是总统的权限啦，只不过我觉得在法务部的上次部长你也是这么回答，就是这是底下基层自己的判断啦。那我觉得说，我们如果每一次都把这个事件丢给基层的人去扛，那我觉得这个政治的一个事件呢，如果让地方的这个公务人员来扛这个问题，台东军他是按照他们的这个医生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评。好，那国庆日算不算政治活动？哦，基本上在当时他们那签的呢是私人的这个政治活动，所以国庆日绝对不行。那国庆日这个东西，它的活动到底是什么样性质，我们会跟主办单位来了解。那提供请这个台中监狱呢跟这个医疗团队呢去做评估。嗯，好，谢谢部长啊。事实上我想这个国庆日也到了哈，不管是国外的贵宾来不来，跟陈水扁前总统会不会出席，这个很快就知道了哈。我们希望在每次的答询的过程当中，不是给我们这么含糊的答案了哈。好，谢谢部长，我后面有很多的事情要跟这个院长来讨论哈。院长，我想新政府上台之后呢，有推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推动转型正义。那么在上个会期当中，我们看到了条例也顺利通过了，也成立了针对国民党的不当党产的处理的委员会哈。那我们大家会在问的是说，接下来这个转型正义是完整的还是完假的？会不会继续的来推动？那么我想请教院长，如果转型正义是完整的话，接下来的转型正义要推动的是什么？目前有很几个面向都在处理了，那当然是比较在当前比较重要的，应该有包含像原住民的这个一些转型正义里面有关的一些做法。嗯，好，这个院长，是要去面对的，对。好，当然现在还有在委员会当中还有提到的，就是像离岛的这个转型正义，或者是说在这个条例里面特别提到其他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都可以透过这个委员会来讨论的。那么刚刚院长特别提到原住民的那个转型正义哈，我想在这里跟院长先厘清一下我们对于转型正义的定义哈。我简单的讲，就是指曾经被政府哈、国家或者政治等等所迫害的啊，就造成迫害人的损失。我们希望借由现今的政府呢，得以去还原它的真相，那么可以达到和解，那么甚至是平反，那么还给公道。应该简单来讲，可以这么说，没有错吧？我个人可以同意这个看法。好，那刚刚部长院长特别提到有关原住民的损失哈，事实上，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原住民的损失的话，我们其实是没有这些的资料可以考的，因为它的年代其实推得很远哈。那么如果要讲补偿的话，事实上我们也是没有法令的依据的，甚至很多原住民的条例其实是在近十几年当中才有的。但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这段的历史，我们愿意用更包容的心去看待它，我们愿意用更宽松的法令，甚至是用是不是符合现今转型正义的条例，我们去看这个方向。可以的话，我们能够用现今的方式去进行补偿，去进行平反，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个转型正义包含的可能不是这一部分而已，我最主要是应该先要还原事实真相嘛。对，那因为部长，我知道很多的院长很多的内容，只是说您刚刚提到原住民现在所诉求的，大概是其实也包含了这几种嘛。好，那简单来讲，就是其实我们转型正义的推动，它的标准其实是一致的嘛，就不论任何的族群，也不会受到任何的人士的所影响。所有曾经受过迫害的，我们认定是其实他在这段期间受过政府所迫害的，他都应该用同样的条件来看待他，没有错吧？我不太清楚您讲同样条件什么，不过基本上他说就是应该是要先厘清事实嘛，当然要厘清去还原嘛，然后就是厘清事实来看。因为很多事情也许已经失去了那个补偿的对象，或者也不一定了啊。对，他有或者有些他因为历史上的一些纠葛因素，也无从去给予补偿，这也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应该在事实真相厘清之后，根据那个事实再去看要怎么去处理。是没错，就是我们还是得还原这个事情的真相嘛。但是他有透过几种方式补偿，是只是其中一种嘛，或者是其他我们可以更给予更怎么样的公道？那个是我们在转型正义推动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嘛。
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吧？对，就是，但是这个就是说要看，还是要看事实，因为它情况很多，对。当然没有错，因为每一件历史的背景都不太一样哈。院长，我想在这里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了哈，这也是曾经受到政治受到当时的国家所迫害了哈。那我会花一点时间，院长你可以先做没有关系哈，我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哈。这个就是我们哈，下一页哈，来，我们当时呢，我你看，从怎么讲呢？从不当党产这边来开始讲起好了。我们对于党产的设定是设定的时间是在34年哈。那原住民的转型正义，现在包括蔡英文总统所认定的，事实上都比日据时代在往前推哈。所以我现在设定的这些人呢，其实就是跟原住民同样的时期的人，就是他在日本政府来还没有来台湾之前，他就是在这个土地上居住耕作的人，我们称之为原垦民哈。那我想这个原垦民的事情呢，院长您应该也大致上听过跟了解，那我不晓得是不是够深入，我就我目前我收集到的一些的资料，我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现今的转型正义，能够把这次的这个原垦民所受到当时的一些迫害的问题能够在这里得以平反。好的，那我现在您看到这些是我整理的一些数据，那么当时呢这些就是从东京的帝国大学，他当时来到台湾的时候呢，他在玉山的时候发现有一片的这个竹林，他非常的适合做这个演习林，所以他当时呢就设立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台湾演习林，这个是他的背景。那么他大面积的去划定为地方作为演习林哈。那当时呢在设定的时候呢，因为他有进行民国前一年跟民国三年的时候，他确实是有做过一个林野的调查。那这个林野的调查是目的是为什么？就确定官有林地跟民有林地哈。那当时呢，因为很多的竹林的拥有者，他并没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证明，所以呢，当时在整个他的这个演习林，他其实他提供就是日本的一个经济的发展，所以当时这个日本政府他把所有原垦农所种植的伐木哈，全部都砍除掉，重新改种杉木。那么当然，这受到了迫害的我们称之为汉人的这些原垦民，当然会去跟日本政府抗议哈。那也发生了几个事情，就是在现今这个社会呢，就是在目前的竹山跟南投县的鹿谷哈。那当时有一些的民众就去跟当时的日本政府来抗议，但是呢，就是惨遭毒打的，那么也有双眼失明的，还有很多受到重伤的回来的哈，那受到一些受刑的，也有自死的情况。但现在我没有这些数据，这是我听很多前老一辈的人讲给转述给我听的。从那个事情之后呢，所有在整个竹山跟鹿谷地区呢，所有的农民呢就不再敢说话，就一直让这个日本的政府就一直压迫。所以当时在整个大面积的登陆的时候，事实上也包括了所有自己民间的土地，这是日本政府所做的第一步的一个错误哈。那再来呢，就是有关于这个下一页哈。那这个呢，我们就再谈到就是在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国民政府来台之后呢，其实就接管了大量的所有的数据，包括日本的一个地籍的资料。那这些的地籍资料里头呢，其实也包括了所有东大演习林，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哈，它的这个名称哈改过好几次，这都可以看得到。那当时的我们的这些原垦农呢，他们就认为说新政府来了，或许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跟新政府来反映，但事实上呢，反映之后是没有结果的哈。那并没有让接管之后，其实并没有让这一段的一个正义出现哈。那所以呢，从这个时候开始呢，就造成了百姓跟国家之间很多的纷争哈。那其实院长你也晓得，我们国家接收土地来是这样的，就是国家土地接收完之后呢，它其实会，我们会分成它的几个代管单位，有可能是国产署，有可能是农委会的这个林务局嘛哈。那当时的省政府它其实也是其中一个代管资料哈。那其实这些的资料当中，其实就衍生了政府跟百姓之间有很多的诉讼，这是我讲的，这是第一段的事情哈。那第二段的事情在南投县是比较复杂的，就是台湾大学呢，他在民国36年的时候，他成立了一个森林系。他成立之后呢，他就去了一个公文给省政府，他要求说，省政府希望能够以当时东大演习林的土地来代，由他来代管，他要来做相关的一个处理的一个事项。来，我们看下一张。那这个呢，是我去找出来的，这个是在民国38年的时候呢，日本政这个是由这个台大实验林来向
省政府来提出代管，他代管的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下面 我有把它列出来，就是教学跟研究来做使用。来下一张。好，那在民国三十八年呢，同样的省政府呢，他也同意由他来做代管单位，那么这个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代电的公文。好，下一张。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就是说在完成代管之后呢，台大实验林呢，台大实验是现在的名字，就是他有 改过几次的名字，台大实验林呢，他开始自己订了一些他自己的内规，开始跟所有的原垦民来做契约。那这个契约呢，其实 我在这边很不客气的讲，就是台大用他的学术的权威，包括他自己知识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其实就欺负当时很多目不识丁的老百姓。所以这些的契约里头很多就是不平等的契约，所以呢当时呢就会造成很多的抗争跟一些的不平凡的事件出现。那么目前呢，台大在整个所有国家的代管的土地呢，还有6400多公顷，在南投县还有3000多户是跟他有契约的原垦农，这是现在的背景。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是代管的单位，事实上你也只是代管的单位，政府的土地登记所有人一定叫做中华民国，没有错吧？好，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好，那么我刚刚提到了，就是其实不管是国产署跟这个那个什么林务局，其实都跟民众有很多的诉讼，是从38年就开始的。那么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这个国产局，当时的国产局的一个判决的公文，我让院长来看一下。来下一页。好，内容呢就是民众他当然告国产署说你占用了我的土地嘛。来下一张。那么判决的公文里头呢，他明确的写到说，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国家呢来接收的是日产的国有林地，所以国家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行使的一个权利，事实上他是可以自然的来做接管，他其实是不需要来做登录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所有权的。但是呢，当时民众呢在发生跟台大发生纠纷的时候呢，台大呢就拿着这一份跟自己毫无关系的判决，那么来说，他其实也是因为他接管的就是日据时代的财产，他是自己拥有所有权的。所以我要请教台大，你是一个国家单位吗？你有自然的行使的权利吗？如果当时我们认定国民党所接收日本的财产都是属于不当党产的话，那么台大从在东京大学你所掠夺台湾人的财产再由你台大接收，那算不算是不当？好，这是第一点我要跟院长厘清的。所以他这个台大呢，就以当时省政府的公文代电的资料跟这一份跟自己无关的判决来证明自己是所有权人。那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符合了现在我们转型正义要处理的方向。好，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如果说台大真的如他所说的，他自己是拥有所有权人的话，他曾经在84年的时候来向农委会登记确认所有权。那我要现在请教院长，就是那38年到84年之间，你台大的角色是什么？哈，院长你请坐没关系，我还没有说完哈。那么38年到84年中间所有的收入，你应该是要入到国库啊，为什么入到的是你台大的校务基金？校务基金的这个设置条例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的特别法才有的。88年以前，你台大的这些的金额，到底难道国家不应该来追回吗？这是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去讨论的。再来看到民国80年、82年、85年，台大呢，它无预警的做全面性的登陆，包括了麒麟地的登陆。那这些衍生出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说，台大你当时呢，你当时具有你提供的是你相关的一些资料跟你的图面，然后你自己在你的林区里面公告一个问题。其实在当时那个年代，80年代，其实很多人都是要劳作的，他不见得他会有那么样充分的资讯去得到这样的你要来公告，你要有意义，他不懂的，很多的民众并没有这样的观念的。再来，当时有没有人能够提供资料跟图面？其实只有台大你有这样的能力跟你的资源能够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导致什么呢？就是你大面积的登陆之后呢，会衍生出来的就是原本是自己应该有的民有地，被你台大强制登陆之后，全部变成你原本是所有人，但是你变成是侵占人。好，下一页。好，院长，这个是在去年才发生的事情，
这在去年的溪头哈，这个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那衍生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台大它在这边它所造成的事端，其实你可以看到你里头还有一个穿绿色衣服、穿着蔡英文背心的人，其实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的。蔡总统他曾经到南投去，他也承诺过希望还给所有应该有的原垦农的一个权利，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当中能够兑现。好了，我们来看下一张。好，我刚刚就讲了，庄家呢是一百多年前，其实日据时代之前就来了，但是现在他们从本来是所有权人变成没有所有权人，是因为为什么呢？溪头院长如果去过的话，知道溪头有一个商店街，这个商店街其实都是从山上这边跟台大换约下来的。台大我换商店街给你，你必须要撤下来，总共有十几户，这是其中只有唯一的一户他没有跟台大做契约交换的。最后呢，台大透过不同的这个你可能有违规使用等等的问题，导致最后他原本是可以住在这边的，那最后变成一个是非法占用的情形。来看下一张。好，那么我想很多民众的诉求并没有错，我给院长看是这些照片。来看下一张。为了一个法院拆除房子的案件动用这么多的警力，我觉得不要把民众当作暴民，其实警察也是很辛苦的。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其实里头特别提到了，就是我觉得台大它身为一个我们全国最高的一个这个最高学府，应该是要受到人家尊重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事件当中，把整个乡、把整个县闹得是沸沸扬扬的，我觉得这也是相当的不容易的。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在整个国家的土地当中，其实有牵涉到有一些事实上是非法占用的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够用一个原本就存在的事情，我们用冠上说他是跟很多非法占用的人是同样条件的，我们要冠他有罪，然后我们要把他驱离到这个他原本就应该属于他住的地方。那如果说他是一个非法占用的话，我想院长您会非常清楚，如果一般的民众他是占用的，他接到政府的公文，他会要求的是什么？些许的补偿嘛，或者是给我一些的时间搬迁。但是有一个案件你可以看到，全国整乡的首长明代，包括所有的专家的跟民众能够群起来来捍卫这件事情，其实它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非法占用的事实这么简单。所以这些事情以来，我们所有民众所抗争的事情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在连他们居住的正义都已经不保了。那么呢，现在呢，台大他常常用的理由是什么？就是民众他可能是擅自的栽种或者是滥用，包括申请建界，因为幅员辽阔哈，那没有这个人力，那么就把人家认定是违法。如果当时在日据时代有这些卫星的可以做鉴定的话，其实这些竹林的所有权人他今天就不会碰到的是他的权利丧失了。好，来，我们来看下一页。好，来下一页。好，院长，我现在给院长看的是这个是去年度台大的校务基金的收入，总共是4亿多。那院长您知道台大在台湾它的面积有多大吗？好像蛮大的，好像一个百分点左右，大概在台全台的面积1%，很大。在鹿谷呢，溪头的林区里面呢，有300间的客房，包括了很多它的这个餐厅等等的，每年的营收5000万，门票大概是1亿5000万，还有其他的租金，这是我们看到去年它的台大实验林的收入。可是他却没有做到任何地方回馈的工作，这也是在整个南投县内所有的林区3000多人原垦民成立一个自救会为什么跟台大杠上的事实。我刚刚讲的第一段包括了国产署，包括了林务局，其实他也都是代管单位，为什么他们没有跟不像台大跟民众发生这么多的抗争事件，这个是在南投县比较特殊的状况。这个是第二段。第三段还有关于南投县原民会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也是跟台大牵扯有关的。我很难一时之间说得很清楚，但是我尽量用我能够知道的部分我来跟院长来探讨。就是像现在，来，我们来看下一页。现在呢，这是我去年呢跟台大这边发了一个文，我做一个了解哈，我简单的叙述他的回文里面呢，其实他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书法的作业其实是因为森林抚育的工作，这个期间已经没有教学跟研究的来使用了。那我现在要跟院长讲的就是，如果他已经没有教学使用，跟他当时跟省政府所拨用
所代管的目的已经丧失了，已经不符合的，那么我认为这些的土地应该要拿回来，由我们现在的林业的单位林务局来代管才是正确的。再来，所有的钱，过去的那些钱要不要去追讨回来，接下来的钱也要入到我们的国库，这才是一个正义啊。所以我想在这里我要跟院长讲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院长怎么来看从这个土地登记开始的一个荒唐的历史？院长，来，我请教你怎么看这段土地荒唐的登记的历史？那个，徐委，谢谢你指教，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我对这个部分的历史了解不是那么多啊。那么您刚刚所讲的这个问题里面，如果涉及到产权的部分，他们如果能够证明他们有所有权，这个部分当然应该要去另外去处理。那么这个叫需要有事实真相来处理。假设说即使是没有产权的部分，如果涉及到他们长期以来在这边使用的话呢，那也是要尊重他们过去已经有的这个权利了，应该纳入适当的管理。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我因为详细的状况我不是那么了解，可不可以请教育部能够第一个先去了解这些事实，然后呢这个看看是不是能够双方能够就这个未来的管理有一些协议，因为我不太了解他现在房子是不是已经拆掉了还是怎样。那么院长，我刚刚提到目前在南投县还有3000多户，他牵涉到的是7万多人所有的居住的争议。那这样是不是我请教育部去了解之后呢，能够跟委员再做一个明确的说明，因为现在这现况我不了解，没办法直接来回。我做一个建议，就是说您刚刚院长当然提到，就是如果他能够提出他的所有权是最好，但是问题我刚刚把那个背景说了，从日据时代开始一直到国民政府，民众一直在抗议，当时还有发生很多被日本政府欺压的事情。那所以呢，就算你有那个能力去主张，你也不敢主张，这个是事实存在的事情。对，当时的背景哈，但是就像我院长，我们刚刚您提到原住民的事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段历史啊，但是他有没有数据可以证明？没有的。没关系，就是当然有些也许我知道有些还是有日据时代的一些证明，但是即使没有没有关系，他如果长期在使用有能够有事实嘛，他这个比如讲说几代都在这边使用都在利用，那么对他这种使用利用呢，我们还是应该给予某一种程度的尊重和这个给予他的甚至于保护啦。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让台大再跟他去协议，当然他台大可能基于管理或其他的需要那么我们也知道，那么最好是双方能够有一个协调出一个可以能够长久这个相处的方式。院长，我的看法是，既然我们的转型正义是完整的那我们也愿意把过去的很多的历史的不公不义，我们都能够来讨论的话，您认为袁肯明？袁肯明不只是南投县的，南投县是因为我刚刚特别提出来是我的选区，其实还包括了很多人，就是跟林务局的、跟国产署的，其实都是这样的问题。我了解袁肯明那个部分其实也是牵到类似问题，也就是说第一个。产权不能确认的时候呢，那怎么办？我知道他好像以前过曾经做过，就有一定的条件下，他如果确认是可以的。但如果真的是不能确认的话呢，那么还是要有一些协调的机制来处理。那院长，如果我建议我们也比照现在这个条例当中，我们来召开公听会，开公听会针对他的事情，如果有机会的话，让他也像原住民的事情一样，能够得到平反。可不可以这样做？当然，我想这个所有的权利都是应该要去，就是我们都要去尊重了那是不是？我请那个徐委员您提供一些更具体的资料，我们看看是不是有需要的话，我们请相关的主管机关再来研议有没有必要再就这个部分来做更具体的处理。好，我当然是希望说可以把它纳入到这次的转型正义过程当中，因为特别是我刚提到了蔡总统他到南投去，他也特别希望把这些事情做一个还原，但是他很难说得清楚，我已经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叙述了，他有很多的过程，包括政府之间的政府的交替，然后包括民众跟民众之间私底下的交易，还有包括原住民跟汉人之间的冲突，它很多其实很复杂。我今天大致上把它分成三块来讲，一个是大方向，大家全国都是一样的；再来是南投县有关台大实验里的；第三块就是于在南投县有很多原住民保留地的问题，它现在也是跟汉人之间所造成的争议。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是要请教院长，就是说过去的这些的事实，其实是日本时代所产生的一个荒诞的。一个决策到国民政府时代也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来解决，我很期待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能不能透过新政府现在的转型正义当中也能够把这些的事情所还原。那么我们要的不是补偿，我们所有的居民要的是能够继续的住在他原本他居住的地方，我保障我的居住权，
跟我的耕作权，这是我要求的，我自己的居住正义跟耕作的正义，这是我们应该给予他的哈。所以我希望院长在这个部分呢，能够来协助我们。如果真的可以把这些的事情来完成，我觉得院长您真的是功德无量，我能够这么说，因为这个已经是牵绊着我们南投县民70,000多人长期来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身为民意代表，在现有的法规当中，我们能够去帮他们说话的空间很少。可是这一段的历史它确实存在的，就看我们能不能用同样一致的转型正义的标准来看它。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在院长您的任内，蔡总统的任内，把这些事情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刚刚很高兴听到院长 你也提到公听会是可以的，我们提供更多的资料，那么希望可以把这事情做一个还原。好那再来，谢谢徐委员， 您可以把资料给我们，我们也可以就这个部分或者是个案或者是通案、哦、我们来一起来检讨都可以。 好不好？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太多，我没有办法再讲到第三段有关袁肯农的问题。但是袁肯农现在问题就是什么呢？在南投县我们现在有100多户，他现在是跟原民会这边已经把他移送法办有诉讼的。那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现在在我们整个讨论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原民会这边也暂缓去移送他，那么让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过程当中，跟原民跟这个原住民的权益跟汉人的权益可以同时厘清。院长是这样的，很多的汉人他一出生在这里，但是原乡是政府所划定的，它不是一开始我选择要住在原乡，这个原乡呢是政府所划定的。那么划定之后呢，我们又划定了原住民的保留地，希望给原住民保障，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也因为土地耕作的问题，这些汉人他私底下他只能够跟原住民做一些的合作，导致了很多的问题。那我觉得现在延伸出来这100多件，不管是跟政府诉讼，不管是跟原住民的诉讼，能不能我们也借此化解掉族群的纷争？这个是指是非原住民的，非原住民的在那边的。对，他是非原住民，但是好，谢谢徐委员，谢谢林院长，下一位。我们请管委员碧林咨询询答时间为15分钟。谢谢主席，我们请林院长。请林院长。官委员好，院长辛苦啊，15分钟，谢谢。所以我直接切入主题哈，我们今天行政院发言人交接，本席希望未来的新政府在新的发言人体制之下，我们能够善尽为政府跟人民之间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桥梁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功能。好，很多事情是非常容易讲清楚，可是为什么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讲清楚？讲清楚说明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就来看这一个例子，今天我们还是在媒体上看到，就是石木鱼的弃作，很多的农民跑出来，他们要求小英总统要接受92共识。院长，今年石木鱼的出口中国大幅的衰退，对不对？是不是？是的。从今年开始，对不对？对，是不是？好，那院长就错了，绝对不是从今年开始。可是呢，这个事件被说成就是从今年开始，而且原因就是因为民进党上台92共识，连院长都搞错。副主委。所以不是从今年开始啊？不是嘛？院长看一下，全国人民都被搞混了，说是从今年开始，所以呢一定要接受92共识才会改善，其实不是嘛？院长看一下，本席把所有的统计都出来，2008年开始一直到2015年，去年就严重下滑了。我们输出到中国的石木鱼，在去年的时候只剩下多少公吨？只剩下19公吨。去年跟民进党何干啊？我们来看看，以出口值来讲，去年降到只剩下75,000美金了。我们来看看，从2008年一直到2015年的统计，
我们输出虱目鱼在全世界输出最多的，其实我们不必担心，虱目鱼有市场，沙特阿拉伯第一名，美国的量也非常的大，22,477公吨，我们可以输出那么久，那么大的一个量到许许多多的国家去。我们看看中国所占的其实只有6%，而且在去年早就已经大幅衰退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年跟去年来比的话，同期今年跟去年同期比，我们的成长是5倍耶。所以你看看院长，以讹传讹的结果，错误的连结的结果，全国人民认知事实竟然完全是错误的。今年为什么到现在契约还谈不好？因为今年大幅减量嘛，含害嘛，是的，是副主委，对不对？所以价格才偏高，所以价格偏高，契约谈不拢嘛，跟九二共识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因为是含害造成量减少，所以我们在媒体看到的是什么？假议题被操作出来的，所以政府把每一件事情厘清、说清楚、讲明白非常重要，院长好不好？好，谢谢。那人民跟政府之间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有信任就会产生信心，有信心国家就可以强而有力的向前走。政府跟人民是一体的，我们一起努力携手向前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要告诉院长，晚近以来政府最大的信任危机出在造风案。造风案一直到昨天为止，院长，我们秘密会议都开完了，174笔全部都已经揭露了。我们也看到彭淮南总裁今天每一个报纸大大的篇幅都说什么，彭淮南总裁说他认为完全没有洗钱，然后也完全没有任何一笔钱是从台湾可以从台湾这个汇出去的。可是院长，有赢得人民的信任吗？没有耶。本席今天早上遇到的第一个人，他见到我就说，你们昨天的会开得怎么样啊？为什么你们昨天开会，结果金管会拿出来的资料仍然只拿出102年的资料，其他的都不拿出来，前后都不拿出来。院长，人民还是这样理解耶，包庇耶，只拿出102年的资料耶。那我就很简单的告诉他，我怎么说，本席说，哎，不对耶，174笔是美国认为有问题的，所以拿出来看的就是这174笔，全部前前后后就是174笔被认为有问题，所以拿出来的就是这几笔呀。他恍然大悟，说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会讲不清楚？赵峰案到底政府有没有认真办？赵峰案有没有人认真办？有认真办，有认真办，人民相信了没有？还没有。所以院长，本席肯定陈敏凤女士跟我们的徐委员即将到发言体系来，我相信请陈敏凤女士上台以后第一件事情摊开来，让她把造风案从头到尾看得非常的清楚，借由陈敏凤未来的机要秘书、未来的专门委员，借由她很仔细的审视以后，从她的口中跟台湾人民说明造风案它的本质事实是什么？政府有没有认真办？我在这里可以肯定，陈敏凤专门委员上台以后，第一件事如果好好把这件事情做成功，他的说服力绝对比彭淮南总裁的说服力还要高。为什么？因为我们新政府过去长期以来，在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言论市场、言论平台，也就是电视的 call-in 节目的言论平台当中，你们全部缺席。你们全部把这个战场拱手让人，而陈敏凤女士她在这个平台上的表现，其实她可以赢得信任，她是被认为在这个平台上面争辩是非、取之公允的一个人。请她第一件事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好不好？好的，赵峰案我们会把事实都尽可能的跟你们不知道说赵峰案让整个新政府失去的民心如流水，严重的程度你们不知道。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这是本席今天对于发言人体系的交接，我非常重要提醒你们的，好不好？好，谢谢。我们会来就我们过去沟通不佳的部分，我们来特别注意。我举虱目鱼的案例最
最清楚嘛，连院长都误以为是今年才大幅下滑，结果今年比去年同期，我没有注意到过。对呀、啊，结果今年比去年同期还要多5倍嘛。好，好，好，谢谢。我期勉你们用新的面目向前走，然后能够带来国家往前进的，人民跟政府一条心往前走的力量。好，好，谢谢。那不要走，我要谈乐生案。经济部长上来。我们换一下部长好了，来，我要谈投审会。院长你来看，本席认为这个案是投审会不应该核准而勉强核准的结果。你看一下，投审会核准百尺竿头投资乐生案的时候，它是附条件核准的。这两个条件看一下，有史以来最严格的条件。第一个条件，为了确保他没有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跟其他机构在第三地区投资公司，为了确保这一个事实，他很严重的要求，如果在未来，好，如果未来海外的投资架构变动，而有违反前述这项声明，本会得撤销或废止本许可处分。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更严格，他怎么说？未来每年投资事业会计年度结束后2个月内，要简送投资人的股东结构及董事，一定要到自然人为止的资料送会备查。也就是，院长，你看到这个附条件非常不寻常。过去投审会长期以来，所有核准各类投资，包括公开收购，从来没有附过这种条件，从来没有。而且即使是在晚进，都非常宽松的就予以通过。我们举几个例子，这几个案例你来看。案例一是参与公司增资，案例二是投资国内事业，案例三是认购增资股份，案例四是公开收购。投审会核准的时候，他的核准书只有在案例一跟案例二曾经在第五点的时候告诉他们说，未来如果有大陆地区的投资人的话，要依政府所规定的许可办法跟经济部申请许可，只是告诉他法律的规定，你要来申请许可。换句话说，许可的是什么？是未来有增加大陆投资的那部分。他有没有向乐生案说，哎，如果未来发现有，我原案给你撤销许可，有没有？没有，没有。有没有第二条规定，任何一个收购案往后每年付一年，年付一年，往后每年都要在会计结账以后的2个月内提交报告，让他长期监测？有没有曾经投审会核准过的案曾经这样的？部长，我看过了，问过了，查过了，没有这么严的。院长，主委，这显示什么？啊？显示什么？显示，你们都不讲话。不知道，刚刚管委员意思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当时投审会认为他可能很多条件上是有待厘清嘛，所以才会资金来源高度的无法厘清，对资金的来源没有足够的信任，其实是显示这样。所以本席会认为，如果我们的投审会对于一个案事关重大，如果我们对于他的资金来源有疑虑，而且有高度的疑虑，我请教，我们是应该做最坏情况的假设，不予核准，还是我们像这样附条件，以确保我未来可以厘清，我未来可以反悔？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处理这样的案例？我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检讨。这部分我想可以请经济部去了解一下，当时那个投审会核准他的过去那个他们根据的资讯以及他们做这个判断的原因。院长，好，投审会内部的官员也有人是这样看的。公开收购如果自始诈欺，怎么逃得掉？要怎样逃得掉？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所以曾经有官员跟本席的陈情，他的说法是有可能是背后可能真的是入资，而当我们投审会做了这两项附条件通过，要长期监测，入资就不来了，所以事情就爆发了，悲剧就造成了。这当然是推测，我们无由证明。但是部长回去，我觉得还是要重新审视所有这审核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每一步，我们是不是掌握到非常精确的资料。未来的制度会变革，对不对？未来看起来是我们金管会他们已经就那个部分要提升一些比较有加强担保的一些做法嘛。院长，受害者非常的可怜，我们很希望政府尽我们之所能协助他们，全力做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再度承诺。对，而政府机关，我们的官僚有没有空洞化？我们的官僚面对决策的时候，他到底只是把自己当作一个法律的工具，只做行政决策，还是他懂得去审视政治、经济、社会的后果之后，每一个决策都负起政治责任？这是本席揭露这样一个附条件通过的案例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回去领导我们这政府的时候，要彻底的改变我们的官僚文化，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最后就给各位看三个公文。过去这几年，本席协调过非常多的事情，最痛恨的就是看到早期过去这几年，国民党的政府中央跟地方在那边打太极拳，把案子当球踢来踢去的事情，我最讨厌。本席曾经让一个我们的内海从嘉义以南的中游的海底探勘三维电政策的标案，我曾经让他得标了以后让他废标，这个废标的工作走了两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底这个案让中国来替我们做海底探勘有没有违国安？连吴敦义的公文出来都叫他们怎么样，你看看，都叫他们审慎审酌，本于权责自行决定。然后我们看到经济部也是这样，也是说请你们督促中油适当的审酌，你们本于权责自己去决定，中央都推给地方，地方问说这个事情可不可以让中油来得这个标，可不可以，都推给地方，你们自行决定。好，现在我们执政了，这个案我在上一次质询的时候最后被消音，这个案法务部回函给台北市政府，有关于萧老师这个案是不是能够这样做，一样叫做本于权责自行判断酌处，改过这种官僚文化。好，谢谢管委员，谢谢林院长。陈委员期迈之质询已书面提出，请行政院书面答复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现在请李委员验秀质询，询答时间为30分钟。院长，我是不是可以请部长林院长以及外交部的李部长、陆委会的张小月、张主委。好，请林院长、李部长、张主委。李委员好。院长辛苦了，好几天下来的总质询，这个新的政府确实有很多新的议题、旧的问题需要去处理、需要去做。
本席在这几天关注到最多的还是到底在两岸外交上，特别是昨天还看到我们的陆委会的副主委张天青在媒体上的发言哦。院长，到底台湾能不能参加 ICAO， 你个人认为重不重要？我觉得我们今天特别我还看到林卓水先生还有一篇文章在媒体上，他觉得实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你个人到底觉得重不重要？我觉得不管重不重要，那个国际参与仍然是台湾应该有的权利了啊。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现阶段有很多国际，院长，我对你刚才回答不管重不重要到底重不重要，这个部分是看这个每个人的角度了，我觉得仍然是有一定的作用。每个人的角度，院长，你是用你个人临权的角度，还是你坐在这个位置上的角度？我觉得以国家以行政院长来看，我们应该有国际参与的所有的权利，所以呢，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好，谢谢院长，谢谢你修正之后的回答，你这个回答我比较能够接受哦。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台湾的政治环境跟国际现实上其实它有很多的困难哦。ICAO 最大的主力，包括我们后面包括参加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好像刑大那边哦，警政署那边好像回复说好像似乎不是那么乐观，对不对？我们外交部部长对的。好，因为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啊是有12个执行委员，那对于任何有争议的议题呢，必须要采共识决。好，部长，你简短回答我，因为我今天议题非常的多。也就是说，看来从520之后，中华民国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因为在中共的压力之下，越来越小，越来越少，对不对？从1971年以后一直如此。部长，我对你这样的回答我不满意。过去马政府时代，我们参加过多少的国际会议？从520过去，我们8年有参加，至少这4个月，很多我们本来有把握的，我们现在都没有那么多十足的把握。我现在回过头来问张小月张主委哦，昨天我关注到这个副主委的谈话哦，包括他认为说蓝营的8个县市首长是有政治框架之下去中国大陆。那绿营的县市首长他去是不是就是福国利民，就是为了推销农产品？你个人的看法，对他昨天的发言你赞同吗？我们看到国台办相关的发言，我们是感到非常的遗憾。主委你就我的问题来回答。我刚是问你副主委昨天在媒体上的谈话，难道颜色对了就对了吗？民进党包括陈菊包括赖清德到中国大陆去推销农产品，就是福国利民。8个县市首长到中国大陆去，就是政治框架。我必须要说，坐在位置上的政务官，不要有颜色去看待，不要有先有偏见去看待很多事情。那我要请教你，前一阵子上个礼拜，应该是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在政党协商的时候，包括ICAO 要不要发出谴责？当时我在政党协商的过程当中，我就提出来，我认为立法院各党团大家有大家的这个发言的声明，当然很好，但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却都没有看到我们外交部陆委会，特别是陆委会在这件事情上有任何的努力。你有做过任何努力吗？在整个申请的过程当中，陆委会还有外交，你跟中国大陆做了什么沟通？两岸之间你做了什么沟通？你做了什么事情？在8月4号的时候，陆委会我们就有一个公开的一个新闻稿，公开的来呼吁中国大陆。你除了目前你的新闻稿，前几天国民党团的记者会，现在的政府除了说遗憾，还是只能说遗憾。或者说除了愤怒之外，还能做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强加了一个先决条件，一定要我们接受所谓的92共识。所以主委，所以在这个框架之下，你就什么都不用做，你未来的工作就只要发新闻稿就好了，是不是？你担任陆委会的功能，未来就只要发新闻稿，你需不需要对于两岸未来的互动做更多的努力？我看不到你有任何的成果。
在台湾这一方面，我们该有的善意、该做的努力，我们都做了。你要说你都做，你要告诉我你都做了，对不对？主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认为你本会期陆委会的预算只要留下通讯费就好了，因为你就是一个传真机。有中国大陆跟台湾双方面要来共同来努力。好，主委，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如果主委，陆委会已经展现了非常大的一个善意。主席，他打断我的话，我要讲。主席，你时间还给我。这个，请尊重我的质询时间吧。再回应啊，院长，我认为以陆委会现在这样子的功能，当然我不知道两岸共识讲这四个字很困难，我也尊重。执政党有理想，我也尊重。但是国人要看的是如何务实的让我们有国际空间可以参与，在对等的尊严之下。但是在整件事情从520之后，外交部、陆委会，特别是陆委会，未来如果只有发新闻稿的功能，那我认为他的预算就留下通讯费就好了。我们如果在这个框架之下，包括我们司法的这个互助的共打协议，我们过去有很多共打协议，司法互助共打协议，但现在都是完全停摆的状况之下。我当然不知道我们各部会，两岸之间有关的部会，大家还可以努力再做一些什么。但是人民要看的是，我们有活路外交，我们有务实、有尊严的可以参与国际的活动。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陆委会，未来如果只有这样子的功能，那就留下通讯费就好了。它的功能就是发新闻稿就可以了。这个是我想院长今天我花开头的时间我一直希望强调的，如何能够让中华民国台湾走得出去，大家都在看。我当然不希望过去马政府有的活路外交或务实的外交，当然前几年我关注到小英基金会有一个副执行长批过我们过去参加 ICAO 说我们是中国的贵宾狗，但是至少我认为那叫务实的外交。民进党的政府，你们有理想，我当然也尊重，但是理想不能只有口号而已，还是要务实的，让中华民国台湾能够走得出去、站得出去，否则你们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有信心，我们也会做到。你如何做到？你如何做到？我不知道这个这句话。你放心，部长有信心能够做得到，当然很好。对，你放心，民众都在看，但是两岸国防外交还是掌握在蔡英文总统的手上。我要提醒你，不是你讲讲有信心我能够做到，在这块土地上的民众，大家经过那么多次选举的洗礼，看过那么多政治人物的语言，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时间日久见人心，大家都在看。我也不浪费我太多的时间，我要接下去我下一个议题的质询了。部长跟主委，你们可以请回了。我是不是可以请，这个100分的部长冯部长？好，来请。还有我们的交通部部长。好，请贺部长。院长。连续三个台风来临哦，下一个台风我不知道会不会进来，但是新政府除了两岸的议题、内政的问题，当然非常的辛苦哦。今天我还在媒体上看到一则新闻哦，但是我先带下来，先请问一下我们100分的部长，最近国军在三个连续风灾之后的表现，你给我们基层国军同仁打几分？这个要全民来评分。哎，你现在不敢评分啦？我不是不敢评分。你给自己评100分，你给你的基层同仁不敢评分，你这个长官可不可以给同仁评分？我想你不敢评分啦，你给自己都评100分，你不敢给基层同仁评分啦？我想社会的民众给他的分数比我给的更高。好，我给国军同仁100分，但是我觉得在今天刚才下午新闻的媒体上，我看到有一则新闻在台南的二空新村，哦，我认为。国军救灾难免，或者是这是他们的，或许这是指挥调度的工作，应该也全力的去做配合。但是如果某一些县市滥用了这些资源，本来可以各县市环保局应该要做的，反而丢一包垃圾，上面贴着国军会来清理，这个就是不尊重国军。
前一阵子我还关注到你们有一个帮国军找回尊严的广告，我觉得那个广告拍得非常好，我个人觉得拍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把国军当作免费的清洁工，而不去做救灾的工作，院长可能还没有看到，在台南二村丢一包垃圾，丢在路边写国军会来清理，单独的一包垃圾，那就是滥用免费的国军。但我想这个如果是个人的行为，这个是不值得的了啊，不应该这样做。那么如果是政府部门的话，应该但是禁止这种情况。院长，我要提醒，国军支援救灾，我觉得这是难免，我个人本身也可以支持，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应该全力以赴。但是我觉得各县市不要滥用国军的资源，不要把它当成免费的劳工来做。当然。那我也希望部长马屁不要拍过头，国军该做的、该救灾的，我们全力以赴。但是如果各县市环保局或各县市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跟责任，我觉得这个部分要厘清，否则国军做的实在是越来越没有尊严。你回去看看网络上国军自己的看到这则新闻的发言，我们的国军同仁，这个就是要帮他们找回尊严，不是找回尊严，不是拍拍一个广告就算了。院长、部长，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当然，我想李委员讲得很对啊。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如果是个人的行为的话呢，那这个我们应该要去就不应该让他去存在。而且应该要，甚至于应该要予以谴责。如果是政府部门的，严厉禁止，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好，谢谢院长、部长你，冯部长，你可以请回哦。接下来我还是要问一下台风的议题哦。在这一次台风过后，因为气象局局长没有来，所以部长，我就请你来回答哦。网络上对于到底台风假放半天还是全天，大家都有很多的看法。哦，当然对于民众来讲，这一次公共政策网络平台参与当中，我们看到9月28号。支持放全天假的已经通过这个门槛，我在媒体上也关注到说，你们说11月份会有具体的答复跟方向。我想请问院长，因为民众很关注这件事，因为下一个台风可能下星期就又会来了，对于这件事情到底你们的看法，眼里的方向是什么？会把半天假还是全天假会纳入讨论吗？有没有具体的方向，还是已经有想法了？我跟委员报告，我想这个是有一个作业办法在那边规定。那我想有任何的意见，我们会来召开会议来讨论，说到底未来的一个方式要怎么一个处理。现在还没有方向。就是到底未来是不是要放一天半天还是全天？对，还不知道。如果有一些意见，应该这样来讲讨论，我们会建议。来，让院长来回，让院长来回。对，那个因为这个事情啊，确实是有最近有一些这样的反应嘛啊。那我想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在这个尽快的，我们会就这个部分反映进来，我们来。院长，下个星期就是台风来了，说不定又是有半天跟全天的问题。我们会在台风下个台风来之前，我们做个决定，好不好？下礼拜一或礼拜二来，你下礼拜之前周末就会有答案了，是不是？做个决定，就这个部分来。很好，好，很好，速度很快哦。但是院长，我还是要请教您哦，在这一次台风过后，各县市政府，特别是行政首长，都认为说我们气象局这个错估或这个预料错误，你们的责任是10分，甚至是100%。哦，包括柯文哲讲说，哎呀，只看风速不准确，未来所有台风到底应不应该放假这件事情，要回归到中央。院长，你同意这个说法吗？过去我们认为说台风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应该到一个县市，各县市政府有交通的问题，你们自己去做考量。现在大家都没有肩膀了。这个部分啊，因为现在也是在讨论中。不过我的基本的态度看法是这样，就是过去他之所以会由中央改到地方，也有他的考量。那你现在要把地方的意见，就是说他们现在都觉得他们不要负这个责任。陈菊跟赖清德两个最大的市长说话了，他们觉得以后是不是应该回归到中央来去做决定。我刚刚讲了，就是他没有肩膀，你愿不愿意帮他们扛这件事情？我来说明这个事情的，再来结论我的态度，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过去会做成就是由中央下放到地方，一定有它的背景因素考量。所以呢，除非说是这个回归中央呢，这个背景因素不存在，否则的话回归中央就变成还是有争议嘛。所以我是倾向于在就现在制度来解决，也就是说现在是由地方决定没有错，但是呢，可能在决定的时间上呢，或者弹性上呢来说呢，我们应该做一些更多的考量，比如讲说是不是要在晚上10点就要做决定啊，还是可以有一些更有一些弹性的做法。
那么这个部分呢都要一并来考虑。院长，你回答我跟没回答我一样，你现在就是说时间我们可以在中央来做决定，就是，但是不是不是还是要回归地方来去决定说要不要放假。对，就是就因为现在 做法是中央有定一个原则，由地方去按照这个原则去处理嘛。那也许我们是在中央定的原则里面做一些更有弹性化的考量，还是由地方处理，这是一个办法嘛。所以就是说你不愿意帮他们扛，他们还是未来自己做决定要不要放假，你倾向这样做对不对？我们现在是这样来思考，是因为我们觉得过去院长你不需要我知道你的理由，你不需要回应，我只要确定答案，就是说你们未来在整个条件上时间上你们可能会跟地方做一些沟通，但是放不放假请各县市的首长自己把责任扛起来。应该说目前是虽然没有定案，但我们是朝这方面先来试。好，谢谢院长你的回答。部长，那个你请回，两位请回。我是不是可以再请这个经济部的部长，能源局的局长有来吗？在这一次风灾过后，院长，我关注到你对台电的同仁辛劳，你非常的肯定哦。台电的这一次的速度，修复的速度，你满不满意？我觉得比过去来比，我觉得它是很不错，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这次停电范围非常广，啊，所以能够在差不多三天左右的时间，能够大致上能够恢复到这个地步，那应该算是非常有效率。好，院长，我一直认为国营事业有时候它是国家财政上负担很重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器。但是服务性的事业，其实国营事业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在接下来我就要谈一谈电业法，电业法跟长照法都是今天我想谈的，也是在这个会期行政院要求立法院一定要通过的两个方案哦。你们现在坚持把台电脑拆解四分五裂，丧失垂直综合的综效哦，交易到底会不会提高？我是不是请经济部长说明一下，我目前的这个公配的事业部哦。供电的部分是由哪一个单位来负责？输配电的部分是哪一个单位在负责？台电哪一个单位？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哈，这个输配电是单独在台电成立，他们自己成立的，有一个事业部，对，整个单一的事业部，然后发电也是一个事业部。好，那获利的部分是由我们发电的事业部，但是我关注在新版的电业法当中哦，下一章，我们要求。我关注到在你们七月份出来的草案当中，我们要求会计分离，不得交叉补贴，输配电业不得兼营发电业。我现在质疑的是哦，院长，我们看到这一次台电的同仁恢复的这个修复的速度很快，因为他们的老板是你，他们可以全力不眠不休的配合。当然你或许会回答我说，未来输配电的部分维修的部分还是我们台电在处理，我们只是新的电业法当中，我们只是把售电的部分发电的部分我们切割出去，但是我必须还是要提哦，也不是切割出去，他只是把它独立开来，就不要球员兼裁判。好，但是我必须要提哦，我刚才一开始我已经提了，国营事业有时候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我个人都用什么样的例子去举给民众听呢？过去在台北市公车几乎都是政府经营，现在民营化之后，有时候三区的服务路线一天只有一班，一天只有两班，我们要低着头去跟这些民营的业者拜托你，虽然是住三区，每个人权利都是一样，可不可以一天加派个两班三班？这个就是我在提。国营事业有时候有它存在的必要性。是的，电业法你们嘴巴讲自由化固然很好，但是我们仔细的去观察它内部，你们这个新的电业法当中，包括你们会计要分离，不得交叉补贴哦，所以我很质疑，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像这一次的台风，维修人力占多少？你需要多少的人力去维持台湾的这个维修电力的部分？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过去我当议员的时候，我会刊最多的是民众常常说，你台电经过我家地下，占用我的土地，或你经过我家天空，我要求你付租金，这个逻辑似乎合理，这个逻辑似乎合理，但是你未来把台电拆了四分五裂之后，民众就会说，你现在政府也在赚钱，或者是民间在经营，那个你没有多余的筹码，部长你不用回答我，你没有多余的筹码去应用这些事情。其实台电整体经营有它的优点，有它的缺点，
但是政府在整个台电经营，无论苏配电过去经营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筹码去做服务公众服务性的东西。但是未来我相信你这一块你会做得非常辛苦，当然民进党在立法院占绝大多数，未来这个法案通过的可能性非常高，但是通过之后，我个人认为民众的苦日子才真正开始。我不知道响应总统有没有接下来的四年，或许这三年九个月大家所有包括民进党的懒人包说台电的电价一定不会涨，但是我们再看下一张，我要问部长，我要问院长哦。谢谢李委员，我可以先解释一下。院长，你听完，因为我今天时间剩下不多，我还有三个议题还没问完。我们目前2014年，我们各国的电价比较，我们的住宅用电，台湾占全世界的排名前三名，我们工业用电也是排前四名。民众在看新的电业法，它或许内容很复杂，但是他要问的只有两件事情：未来供电会不会稳定？这是第一个问题。对民众来说，他不管复杂的电业法。第二，价格能不能维持现在的价格？或许 院长你可以现在回复我说不一定不会涨价，但是民进党这个维持一定不会涨价，你们的承诺能到多久？政党轮替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必须要告诉院长，这个输配电拆离之后，包括输配电的这些费用哦，其实过去都很高。我们再看下一张哦，我来解释一下。前一张好吗？对，这一张哦，民间业者的电的成本哦是2.26块哦。我们看这一张图，但是在台电的成本是1.61，也就是说民间的发电其实它的费用都会在燃煤的部分都比较高，因为燃煤是占台电成本60%哦。民间的发电事实上它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哦，所以。院长，其实民间未来的电厂其实它还是要以盈利，它不可能像国营事业以赔钱来做，但是就这样子的财务分析，民间业者如何盈利？他没有钱他为什么要经营电厂呢？院长，我讲的你同意吗？同意。那但是输配电你现在一个赔钱的单位，需要耗大量的人力成本，由我们院长不会，因为我们现在包括绿能包括天然气，其实我们采购这些能源其实费用都非常高，是6块多。所以我要提院长，其实你自己也是经济出身的，所以我觉得就这个账面上数字来看，这就是大家会对于未来电业法有恐惧的地方。你给我解释为什么输配电不会赔钱好吗？这其实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台电输配电就是它在负责，那么我们只把它切开来之后，它仍然是独占的，仍然是公营的，那么它只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所有的电都要透过它来输嘛，所以它只是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它只是在这个里面做一个分布，所以它不会，它过去的经营成本跟未来经营成本不会有什么改变，那么它仍然是独占的，所以这个部分都是没有不会有问题的。电价院长，如果是这样的话，电业法所谓电价自由化，电业法的推动意义到底在哪里？意义在这个地方，就因为过去台电是输配电，民众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吗？民众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对民众来讲，当然，对于一般小老百姓来讲，民众会得到更好的服务吗？当然。刚才我举例那些我曾经会看过的案子，你未来台电有更多的筹码去处理这件事情吗？在台风风灾的过程当中，你有办法去指挥这么多人，调度这么多人来去处理吗？我还是有问号。发电的部分，院长，发电的部分，民营公司来做，其实很多整体的事业要100%切割得很干净，会有一些困难。未来我们就会发现说，立法委员好多人办公室变成在协调，我不知道会不会应该有机会再去协调这些东西，变成说输配电部分有一些是推东推给西，西推给东，所以变成是横向联系的问题。他现在只是让台电不要被批评为求我反我只是这样子而已。电业法自由化我尊重，但是我反对假的电业法自由化，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一笔账大家要把它算清楚，这也就是国人我觉得对于电业法。90%的国人到底对于电业法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都是一知半解。在这么匆促的过程当中，要对一个民众未来用电基本民生用电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这个会急着要通过，没有经过更多的公听会跟让民众了解内容，我觉得院长是不是要再多更多的思考。我们会让社会大众了解
不是你上一个节目讲一讲就算了，因为很多我觉得要让社会大众了解这个冲击是到底是多少，到底是多久。民进党的保证能不能保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民众的用电的基本价格还是维持在一定稳定的程度？这是我今天要表达的。那个部长，你请回。下一个，我是不是请卫福部的部长？林部长、院长，我接下来我要谈一谈长照法哦。长照法号称2.0，号称看得到、用得到、找得到哦。我们看下一张照片哦。我关注到，在这一次在预算争取的过程当中，小英总统对外的承诺，在选举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说长照法未来我们要编330亿，到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变成要编207亿哦。对外说我们要编207亿，我从新闻稿上看到的，在实际这一次送来立法院的预算当中，我们只编了177.52亿哦，当然是跟裁员或许找不到裁员哦。有关系哦，那我就担心说长照如何看得到、用得到、找得到？看起来在你们对外八卦，昨天卫福部送给院长，你们通过这几个 PowerPoint， 好像长照 2.0 真的很好。但是仔细看一下，除了这一次看得到、找得到之外，我关注到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是长照 2.0 跟 1.0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未来我们有 A、B、C 三个社区服务的模式，一个是村里一个是社区整合，当然我关注最多的还是在西极，在村里办公室跟社区关怀据点跟老人服务中心，还有你们讲的其他合适的场所，就是说你们希望用这样的模式让大家看到新政府在推动长照。但是我想问一下林部长，这些长照中心是不是需要符合法规啊？设置要不要符合法规？这个长照要有这个法人法，不过那个是以后的事情。那这一次呢，部长，你马上到明年不到半年就要做了、欸。对，这你现在长照法 A、B、C 三个照理说都要符合法规，你说西极不用符合法规 ，A、B 要符合法规，你说政府不是带头违法吗？西极就是这个我们的长照据点。院长要不要符合法？院长。A、B、C 三级要不要符合法规？你总不希望未来人家说你新政府做事情都是都目前的我们各县市在做的这个 A 级呢，都是符合法规的。所以 C 级不符合法规喽 ？C 级目前都是没有办法符合法规。院长，那我就告诉你，我认为 C 级的问题在哪里？你们最外面这一圈，村里长办公室、社区关怀据点、老人服务中心，我不知道你们希望在地老化、就近照顾。这个理念我非常的支持，这也是过去在选举过程当中我概想中的、我概念中的长照，我觉得应该要做的。但是你把村里长办公室当成社区的据点，在法规上又没有办法符合，法规是要求说里面未来要设置业务负责人，那未来村里长就变成业务负责人咯，他要去申请，他当了村里长他要做这样的业务咯。社区关怀据点去一定可以的，社区关怀据点或许可以，因为它是符合法规申请的。但是你现在未来要达成2529处全台设置，你把村里长办公室也把它放进去，村里长办公室不一定符合，不一定符合法规。所以院长，我今天提出来是，你说用得到、看得到、找得到。事实上，这个数字是在蒙大家。村里长办公室，村里长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帮你，不一定是，不一定是了，只是说他。所以我觉得你这2529处中间有灌水，我这样我要这样提醒，因为你要不你不要把它设进去，你不能把它算进去，它不一定符合法规。如果你要 A、B、C 三级都符合设置的法规，那我们就好好来做。你不要说得到、用得到、找得到，在村里长办公室外面放一个看板招牌，就说他是了。他还是要一定的设施跟人力要达到。好，这是我要提醒你的，包括未来长照居家的照护跟人跟医院的人力如何去做分流，我也要提醒院长好好的做，因为这些人力到底从哪里来，我不知道。我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今天时间不够了。院长，长期我在关注的这个儿童疫苗的部分哦，都是很多诊所医生大家在配合。未来这个公务的预算，包括这个资料的填写，包括冰箱的储存、设置费的部分，你愿不愿意去好好的去补贴，做预算上的补贴？
报告委员，这个十年前我当儿科医学院，你简单回答我就好。其实我还有下一个问题要问。我们的规划是第一阶段就是一岁以内的疫苗。你要不要编列预算嘛？要，现在跟明年度预算要编列哦。已经跟好，我最后六秒，院长，是你刚刚说要南港台北市的南港车站现在已经升为一等车站，但是它完全没有一等车站。好，谢谢李委员，谢谢林院长。报告院会本日会议之质询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林院长、林副院长以及各部会首长列席备询。10月3日星期一上午9时继续开会，进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质询。现在休息。